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很刺激的大冒险。因为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做那个把棉花球放进史莱姆的时候，很多人讲以为是棉花糖，所以今天就来做真正的棉花糖。啊啊 ！No No！ 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。首先，你需要一个史莱姆，然后你要加入硼砂水。网红手势，然后你这里看到它慢慢的变色，非常的神奇，继续看下去吧。现在呢，就加入一点牙膏。因为我想要还有那种香香的味道，那种 min 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味道。再加多一条蛇形的，完美。然后我就开始弄肮脏我的手，我第一次用手去动我的牙膏，好奇妙的感觉。之后我就发现完蛋了，它不止弄到我整个手都是，而且我 expect 它会有那种牙膏很香很香的味道，可是它没有。然后我就非常后悔我的决定。到底我们的史莱姆怎么了？Oh my god！ 对，没有错，它弄到我整个手都是史莱姆，而且充满了很恶心的味道。你不会想感受那个味道？反正都是不能收拾的，那就玩耍吧。Oh my god！ 这个不是静止画面，我在想我要做什么，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它要掉下来啊！No！ No！ 不要掉下来！不要掉下来！No！ No！ 不要掉下来！不要掉下来 ！Ew！ Ew！ Oh my god！你有看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吗？就是我要把所有史莱姆都倒进垃圾桶里面，然后我决定给你们看我平时在洗桌子的样子，非常可爱。现在呢，我就放了一些 conditioner 进去，因为我们要把 marshmallow 放进去。Anyways， 反正我整个手都是白白色的东西。然后倒数三二一，我们就要开始放 marshmallow 了。三二一 ，OK， 还没有开始。然后我也不懂发生了什么事，反正我就开不到盖。聪明的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并马上解决。哦，贴心的包装，闻起来就是棉花糖的味道。要帮我阻止 please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粒。然后我又不懂发了什么神经去数有多少粒棉花糖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，一二三四九十七，九十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，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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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。然后我就非常小心翼翼的去盖那个 marshmallow， 因为我不想弄肮脏我的手。然后我就开启了暴走的模式。我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正那个 slime 就是越玩越稀，然后越玩越啊！然后我不懂发了什么神经，我去加硼砂水，非常恶心。当 slime 遇到水是非常恶心的事情。哦，它的 slime 变蓝色了。嗯，只是想展示我甜甜的手。应该是因为 marshmallow 会有水分，排出水分，水分糖分，所以就会弄到那个 slime 融掉。Anyways， 反正我也不懂我自己在说什么，我们继续看影片吧。想要吃棉花糖的，随时来拿哦。
首先呢，你要拿出一个发霉的哦，它没有发霉，它只是一个很恶心的史莱姆，那当然就要帮它起死回生一下，这是我看过最恶心的史莱姆。为什么你要把我一个人放在角落？我是青蛙。Oh my god， 为什么要把另外一个手？由于我觉得两只手都不够肮脏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一直玩。哎呀，这里就是我把手弄得越来越肮脏的过程，请欣赏。然后我就开始炫耀我肮脏的手。如你所看，我还是玩得很开心。我已经彻底放弃了我干净的手，而且那些粒粒粘得我很不舒服。Oh my god， 那些痘痘一直在……然后我就没有说话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史莱姆是我最丑的史莱姆。愚蠢的我决定在史莱姆改造之前去洗手，所以我用干净的手再去弄回那个肮脏的史莱姆，好开心，又可以再洗一次手了。而这个史莱姆是我最好的史莱姆，接下来的片段会告诉你为什么。这个大冒险呢，就是要把我最好还有最丑的史莱姆放在一起。之后呢，我就一直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就全部混合在一起。我的紫色 slime 彻底被淹没在里面了，然后我就再也看不到我紫色的 slime。 然后呢，我尝试做一个美丽的 cream 纹，可是我却怎么也做不到。为什么我做人那么失败？尝试了两个小时后，我终于有一个漂亮的 cream 纹了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就是我把我最美的 slime 掺入我最丑的 slime， 然后被最丑的 slime 给淹没了，好开心哦。那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然后这支影片 post 的时候应该就是30号了，就是要 New Year 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的新年。Yes， 然后我再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应该就是新年过后了，无论是二号还是新年后的星期日，或是 anyways， 祝你们一个美好的新年。然后现在是凌晨的12:30，所以我要去睡觉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